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五十台小组赛第四轮的一个比赛，观战方钓鱼岛对面珍宝阁。我发现这俩服务器啊，到五十台怎么着也得，哪次五十台也得碰见这么一场啊。观战方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化身地府花果山的四宝一，开了一把鹰阵，对面直接国标切进来，阵容克制了观战方的四宝一，阵法直接一把大克啊！开场第一回合行三连直杀花果山啊，不让你叠加状态啊，因为花果山的玩法现在就不断的叠加状态嘛，开场就点你，压缩你叠加状态的一个时间和空间。大唐虽然没动，神木林也被控了啊！其实观战方这边也防了一手，你看，对吧？开场又是控大唐，又是控神木的，最后还是被点死。压力很大。那鱼岛在浮战是真爱四宝一，也是冲着五宝灵去的啊。哎，有的时候这也是寸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阵容阵法怎么开啊？确实也讲究，或者是说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吧。你就说这鱼岛如果上国标，宝哥给你来个五宝林，你也难受。就是这玩意儿吧，就鱼岛不会打五宝林嘛，他肯定是没有五宝林这套阵容的。所以宝阁上国标还算比较稳，因为你鱼岛没有克制宝阁的阵容，你顶多国标打国标平打啊，这最多的是个平打，你自己不会五宝灵，然后你就只能上国标和四宝一。所以宝阁一把国标比较稳啊，我大不了跟你平打，国标打国标也不至于在阵容方面被克制。碎玉，再招一个罗汉也盖起，后续观战方这边还是天地啊，慢慢去保自己花果山玩，只能这么来。你四宝一现在就得护着他啊，就得天地护着他。七个纸人，哎，又被守住了尸体，笑里藏刀，趁机加了一把王亮追魂。这你被人家大克，相当于你两把漫天没有了，差不多啊。火阳树拉起来，火阳树也是可以给花果山增加伤害的，活血，但宝宝已经神佑了。哎，你看观战方队长这穿了个葫芦娃啊，飘漫天直接飘，观战方穿了个葫芦娃锦衣，对面穿了个喜羊羊锦衣啊，感觉现在梦幻跟这个中国的这些动漫啊联合的不错啊，这喜羊羊大战葫芦娃有点噱头啊，有点噱头。观战方赶紧上天地啊，武装官趁着能动的时候算了，对面小闯已经刮过来了，给个平，简简单单又把花果山给弄死了。这花果山也是一脸委屈，
再空女儿村。余岛是1100万的战神啊，珍宝阁那边是500万的一个战神。日月乾坤再套进去，破甲术。光辉补一补，有大客对面可选择的点杀的单位也比较多，比如说观察方女儿村啊，观察方武装观对面都可以尝试的点一点，一把大客在手。心里不爽啊，就过来点你一把。仔细吸走女儿村，反控对面女儿，日月乾坤套一套进去，流云补起。欢阳术拉起来继续增加伤害啊，反正有空就赶紧加天地保起来，对面这阵法一来点你太简单了，就保都保不住的那种啊，就跟开场观察风开场就把对面两个输出全控了，但是你不耽误你花果山倒地的。宝哥开场的善恶伤害加的还蛮高的，这一波的话伤害也不差。女儿村再控神木，摇个铃铛，武装观起灯了啊，还是没有去打天地。再招放下花果山，接着飘漫天呗。当头了，腾挪进一把金青问题不大，慢慢花果山得慢慢成长。花果山归位，再控喜羊羊，再控喜羊羊啊！对面又把观察方花果山给控了，化身色活血，武装这边招个宝宝。还是没来打天地。这你老不打天地怎么玩啊？继续抢速度。鹈鹕保了一下。干啥？鹈鹕平。对面也飘出一把漫天来。补了一把野兽鹈鹕。鹈鹕加愤怒吗？对面伤害又高了。侵蚀两下小破血啊，现在物理系的侵蚀都一样啊，每个职业啊，应该叫职业了，每个职业都是一样，不管辅助呀、风系啊，还是物理啊、法系啊，每个职业他们的侵蚀都是一模一样的了。小草，你看啊，人家肯定点你的呀，能让你舒舒服服搁这叠状态，这不开玩笑呢吗？给个破血啊，多的不多，就一把破血，够了。大客的自信，11000。
绞死王梅挂住。上回合大唐用的破血，这回合人家还能扫啊，尝试的来点点你女儿村嘛，看看怎么样，哪怕点杀失败也没什么劣势。狂出甲，但这个伤害是真够够的啊，点女儿太够了，这伤害简直不要太高。拿女儿来试试刀啊，发现确实可以够用啊，一把山包加了83，再来一个恶包打出163，再来一个1300，继续神用了啊，这个是神用了，哎不对，这个头上有灯，还是163。伤害足以点杀女儿啊，武装官其实也差不多，武装官可能比女儿抗性稍微高那么一丢丢吧，毕竟第一是他速度稍微慢点啊，第二呢有奇门无心力，哈哈啊，武装抗性稍微比女儿车还高那么一点点，其实也大差不差，没高太多，大差不差。花果山又可以站起来，这回及时打天地啊，无魂扔给大唐，及时打天地啊，驱散一下对面的金刚。七折了，呀，花果山没拉起来吗？水清保大唐，罗汉盖上，换个孩子要打天地了啊，换孩子就是要打天地了，玩实战嘛。破甲术小死亡再点女儿村，刚才已经试过刀了啊，伤害是够的，贴4000，你这伤害拉起花果山闪，哎呦，这对面善恶给观察我女儿卡了个大金啊，那这跌不死了，便宜继续找漫天，没出，这回要上天地，出孩子他肯定要上天地了，金青放出来，无魂扔给我，哎，不会小草又来了吧？小死亡一个无魂，小死亡来了，想打天地打不上了，打不上了，漫天，哎，又飘出来一把，你看观战房这回上天地了啊，这回合上天地了，但是无魂送你一手，哎，麻烦发现没啊，就是宝阁好像人家在武神台这个大水牛也不怎么水了呀，很准啊，挂了5次，中了4次，难道他在剑会都是装的？对面笑一下葫芦娃，谛听，不跟你嘻嘻哈哈，直接冲你一手。
水到了一个，但没拍死啊，差一丢丢，漫天跟到二号位，哎，因为对面四号位是一个残血谛听，估计队长方也不会投资了，残血谛听不敢投资，所以关正峰这边也没管四号位啊，直接去跟了对面的二号位，一个烟雨，一个漫天，贴了一下保护，也差一丝血线没死，这整的整出俩残血了啊，有没有砸钱后边的？雷击伤害不够。哦，这个丢尺子了，没去砸钱。这个也丢了一把尺，给了三号位。无间地狱开启，拍走。战敌加起，翔阳一把战敌，神灵再来一把，一个两把，啊，两个地听。哦，对面这一波地战敌投资真大呀，四个人给两个地听加的战敌，关照万象直冲化身四，这么玩直接冲着化身四就来了，哎，得了，化身四没了，哎，好像比赛结束了吧，因为还有一个地听呢，都是俩敌，二号位都没吃过尺子，对面二号位都没吃过尺子的一个敌听，两敌没吃尺子，关照万象，5000，哇，好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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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。延长结束了，20回合，简简单单。宝宝不想输，